我冇辦法鬧佢啊，因為實在太好人啦，唔需要鬧啊。退咗休可以諗下噶啦。係啊，係啊。 Jenny， 咁你我知道咧，你係同阿Sam合作咗一隻歌係好精彩嘅，佢好少同女歌手一齊唱歌。係啊，咁其實我哋兩個人嘅 key 咧，其實都唔啱 key 嘅，兩個都係咁高聲噶。咁啊，為咗佢咧，我真係就翻咧降低咗 key， 然後就翻嗰個，所以加慢咗個速度。但我覺得咧，就有機會可以同阿Sam一齊合作咧，覺得呢個係最榮幸同埋最開心嘅一件事。嗯，上次原來夾硬降低咗 key 啊！ 因為男仔女仔好難夾，即係好難。所以咧，你上次咁你降低啲 key， 即係整到人哋唱得咁辛苦，你有冇搞錯啊？唔係啊，不過今日都想同佢再唱翻，不過唔知佢會唔會睇到我哋唱歌，你好痕唱歌咧，係嘛？我哋俾佢安樂坐喺度欣賞下你頭先發嗰隻歌，好嘛？你哋合唱嗰隻係叫做《無敵是愛》。係，OK，一齊唱。 若是人人处爱于心内，世间将会更加可爱。若是人人处爱于心内，天天更具姿彩。若是人人以爱心相待，一生终会更加可爱。若是人人以爱心相待。